外表看起来是很英俊，大家都看得见了啊，但是他的内在其实很有深度，他的人心肠很好，他的戏演的真是顶呱呱。你难为情吗？不会，怎么会呢？你说得很对，谢谢。我最喜欢你就是这个样子，谢谢。来，欢迎周星驰、吴孟达。你好，周星驰，你好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呐、啊，是，我叫恰恰，哎，我叫做白冰冰，白冰冰，对，站在我的身旁，你会觉得你的身材越来越好，是啊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都看我的头发了，是，你对他有兴趣啊？很有兴趣，那我明天定做一个送给你，下次电影就放在头上，那个你刚才那个 A 十，想看看是不是在哪里啊？你想看的话，我就叫周星驰叫你一声三叔，你就不敢看了。是这样子啊，后来了，真奇怪、啊。其实我看了你们的电影，还要叫了沙。刚刚我们提到二位的关系，不晓得是什么，那你是应该叫他干爹还是叫什么？我们就搞不懂。他是我的三叔，三叔。哎，电影为什么不动？看到如果他叫他三叔，他就开心点，全身痉挛这样子。三叔是有这个他的声音发音啊，会影响我的颅带。哦，脑袋，他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影响他的乳蛋，那我就会发疯了啊！就是这个脑袋啦，脑袋啊，这个您讲的乳蛋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就鸡蛋呐，就卤一卤来吃的，叫做乳蛋。有一项我听说啊，你这个虽然国语讲的不是很好，但是还会唱闽南语歌曲的。真的还是假的？是，我唱了一个，来一下，一二三，嘿！我怕爱，同样怕爱失去爱，问这黑世上，痴心查某过你确定？你确定是？那我唱什么？你确定这是闽南语吗？我听得不大清楚，就是我觉得我不晓得今天的节目就这一段最精彩，再一遍，哇！我唱，真的很好听的，只是我要把它仔细听清楚，因为我要仔细听你的歌词，是吗？我再帮你仔细听，我翻译，我仔细翻译。我，你叫我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先从你再一遍，我再来教你。一二。不，你叫我现在就叫我怕爱怎么讲？我不知道音呢。我怕爱怎么讲？啊，我怕爱啊，我惊爱。我惊爱。同样怕会失去爱。哦，同样怕会失去爱，感官惊的失去爱。感官感 SKI 不用讲。